按图行进科目要求特战队员以小队为单位，对15公里外两个目标展开搜寻，只有全部找到以后，才能对预先设置的靶标进行射击，限时160分钟。冬季的高原氧气更为稀薄，缺氧给特战队员带来的挑战几乎无处不在。现在时间没有多长时间了，所以大家要迅速攀爬山区之后，把工作点找到。经过长距离的行军，不少队员的体能已经逼近极限。这回设置的目标点基本都在山上，而且上山路非常难走，脚就像灌了铅一样，迈都迈不动，而且风又大，吹得人脑壳疼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两名犯罪分子藏匿于刚刚完成按图行进，山地追逃科目随即展开。12人组成的红方特战小队要在规定时间内，将两名藏匿在废弃房屋内的蓝军全部抓获，并且红方的伤亡数不能超过2名。在对现场局势进行研判后，红方指挥员决定从蓝军后方撕开切口，采取强行突入的方式，成功将蓝军制服。此次魔鬼州极限训练主要以城市反恐战、山地反恐战和特种狙击战课题复训为主，突出极限练体能，突出专业练技能，突出综合练战术，目的就是全面提升特战分队反恐实战能力。